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我们再有一次机会来思想神的话语。在这约伯预言里面，其中有一段是我们可以来学习的，是在这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到19节。我们一起来打开约翰福音第21章。15到19节，要思想的这个题目是爱主更深。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可以思想主耶稣基督怎么样来恢复彼得对他的信心，还有爱心，还有他的服事。在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节那里说，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死，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我们一起向神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来在这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我们也求你继续的怜悯我们是不配的罪人，我们蒙受主你的恩典，求你再次赦免，再次帮助我们来向你悔改，也再次让我们靠着你来行你所要我们行的。我们继续将以下的时间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自己在我们的心中运行，能够来成就你的工作。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们。好，这一段的经文记载了耶稣基督向彼得还有其他的门徒显现。在这一段经文里面之前呢，是记载了耶稣基督他复活，他也向其他的门徒显现。那这段的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就是在于恢复彼得的信心。而我们也知道，在这之前，耶稣基督差不多在十多天之前被钉死十字架上，第三天呢从死里复活。那么他复活之后，也向门徒，也向玛利亚他们姐妹们显现，而且呢也在屋内呢向门徒们显现。那么这是第三次记载向这个门徒呢在打鱼的时候呢向门徒显现。那么为什么在这打鱼的时候向门徒显现，特别是在恢复彼得的信心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呢，在耶稣基督向门徒显现之后呢，门徒彼得，只要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1章的时候呢，我们可以看见门徒彼得呢带领其他的门徒呢，他说他打鱼去了。西门彼得对他们说，我打鱼去。他们说，我们也和你同去。他们就出去上了船，
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天将亮的时候，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就对他们说：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他们回答说：没有。耶稣说：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他们便撒下网去，竟拉不上来了，因为鱼甚多。耶稣所爱的门，那门徒对彼得说：是主。那时西门彼得赤着身子，一听见是主，就束上一件外衣，跳在海里。其余的门徒离岸不远，约有200肘，就在小船上把那网鱼拉过来。他们上了岸，就看见那里有炭火，上面有鱼，又有饼。耶稣对他们说：把刚才打来的鱼拿几条来。西门彼得就去把网拉到岸上，那网满了大鱼，共153条。鱼虽这样多，网却没有破。耶稣说：你们来吃早饭。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你是谁？因为知道是主。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向门徒显现，这是第三次。那么在这之前，耶稣问彼得三次你爱我之前呢，是讲述到门徒呢，他们去打鱼，但是呢，他们整晚呢都打不着一条鱼。但是因为耶稣基督呢，在早清晨呢，在岸上呼叫他们的时候，问他们有吃的没有的时候，他们呢什么都没有。而耶稣基督呢，其实呢已经准备了早饭给他们吃，也并且呢让他们呢在听从他的吩咐之后呢，打鱼的时候呢，就打满了153条鱼。所以我们可以看见，耶稣基督借这一件事情呢，其实跟3年前呢，耶稣基督呼召门徒的时候呢，也是有类似的这个情况。在路加福音第5章第3节，那里说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打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圈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来把鱼装满了2只船，省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膝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他和一切同在的人都惊讶这一网所打的鱼，他的伙伴西比泰的儿子雅各、约翰也是这样。耶稣对西门说：不要怕，从今以后你要得人的。他们把2只船拢了岸，就撇下所有的，跟从了耶稣。我们可以看见，在路加福音第5章的那一段记载，就是他们在蒙召前，跟从耶稣前，耶稣基督呢向他们呢所行的一个神迹。那么不但证明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也是万有的源头。而彼得的反应是什么呢？彼得的反应是知道耶稣是主，他求耶稣离开他，因为看到自己呢是一个罪人。
那么刚才我们所之前我们所看到的约翰福音，彼得呢，一听见是耶稣的时候，他们打了一整晚的鱼，一听见是耶稣基督的时候，他就跳下海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不敢见主，我相信他不敢见主。但是耶稣基督行再一次行这个神迹，在他复活后，在向门徒显现，在行这个神迹的时候呢，我相信是对门徒的一个提醒，就是让他们再一次看见神的作为，再一次相信神呢是那一位万都有的源头。不但是如此，他也有能力呢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彼得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样行，他们就回去呢打鱼来供给他弟兄的需要。但是耶稣基督呢让他们回想到，让彼得回想到他就是万有的主。接下来耶稣基督问他彼得三个问题的时候呢，其实呢就是帮助他呢能够来悔改，并且呢来回转，来兼顾其他的弟兄，喂养耶稣基督的羊。所以这也是包含了这三个步骤，就是使他们回想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让他们让彼得呢能够来悔改，再次来重新来爱主，然后呢再次呢回转，就是来服侍主，回去做主所要他们要他做的。主曾对彼得说，在这磐石上我要就是他要通过这个彼得呢来建立教会，当然耶稣基督就在那个磐石，那么彼得呢就是那个石，也是就是一个石，小的石头啊，大的石跟小的石的不同。而且耶稣基督说他要在这磐石建立他的教会，他也要让彼得呢来做这个领袖。所以呢你可以看见耶稣基督恢复彼得对他的信心。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神呢愿意施恩于我们，耶稣基督并没有撇下彼得他们不管，他再一次让他们被提醒，他要施恩于他们，他要供给他们，他要他们做他所要做的啊，他所要他们做的事情。所以接下去我们看他们吃完了早饭之后呢，耶稣基督呢对西在十五节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十五节，耶稣对西门彼得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当耶稣基督问这三次问彼得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当然有的人觉得这个爱呢是通用的，但是在希腊的原文里面呢，这三次的爱呢，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你爱我吗？第三个问题呢？第二个问题是你爱我吗？第三个问题是你爱我吗？第二和第三的那个用词呢是有分别的。那个爱，第一个的爱呢是你以牺牲的爱，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吗？比这些人更多吗？这些更多吗？第二呢，是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吗？第三个问题就是，你有以朋友的爱来爱我吗？当彼得回答耶稣基督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他的答案呢，所用的爱呢，都是主啊，你知道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当耶稣说你以牺牲的爱比这些人更用，比这些更用牺牲的爱来爱我的时候，彼得回答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以
朋友的爱来爱你。第二个问题呢，你牺牲了，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就说，主啊，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第三次呢，耶稣基督问他，你有以朋友的爱来爱我吗？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层次里面呢，有明显的分别，就是第一个呢，牺牲的爱比别人更多吗？第二呢，是你有牺牲的爱吗？第三个是你有朋友的爱吗？是越来越低的这三个要求，这三个问题。但是彼得呢，他的回答呢还是一样低，就是我有以朋友的爱，朋友的爱，朋友的爱来爱你。那么第一个问题呢，耶稣说，当然有的解经家Morris 博士呢说，其实在希腊文呢，这是 agape 的爱呢，牺牲的爱呢，还有 phileo 朋友的爱呢，是相互应用的，所以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没有什么分别。但是也有，假如没有什么分别的话，我们就很难看得出呢，到底为什么彼得，因为第三次耶稣基督问他，你有以朋友的来爱我的时候为什么他会难过，就忧愁。我们就比较容易能够明白，也许在这三个层次呢，到了第三个层次的时候，彼得呢是很忧愁。为什么？因为主是以比较低的要求呢来问他。所以在第一个爱，你也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比这些更深吗？那么这个这些呢，也有三个可能性。一个是你有以牺牲的爱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这些人更深吗？第一个问题呢，你有以牺牲的爱爱我，比这些人更深吗？就是比这些人跟他在一起的人更深吗？或者也有另外一个可能，就是在希腊文里面，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就是这有两个不同。第一个不同就是你的牺牲的爱会比这些人的对我的爱更多吗？这是跟这些人来比较。那第二个爱是你爱主会比爱这些人更多吗？更深吗？也有第二个可能。那么第三个可能是什么呢？你有爱主比这些东西更多吗？东西包括什么？也可能包括这些船，包括你的职业，包括这些鱼，这是上帝的恩典。你爱上帝比爱上帝恩典更多吗？当然我们在这里呢不去特别去注重到底哪一个才是彼得的答案。但是呢我们在这里呢想到呢，在应用在不同的人身上的时候呢，这个第一个问题呢的三个可能性呢，就是可能应用在不同的人的身上，每一个人都有这种可能。就是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比这些人爱我更多吗？那么主有没有可能要我们比较我们对主的爱跟别人对主的爱有一个比较呢？我相信门徒们呢很会比较，我相信人呢难免都是很会比较，保罗呢也不例外，他也很会比较。他怎么比较呢？我们来看，当然首先我们看门徒怎么比较。门徒在这个马可福音第14章那里呢，耶稣基督还没有被钉死之前呢，被出卖的那一晚呢，他
告诉门徒，在马可福音第十四章第28节、27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彼得说：“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就说我比他们更厉害、更强。别人跌倒，我呢不会跌倒。但是耶稣告诉他说，对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夜天夜里呢，鸡叫两遍以前呢，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彼得呢不能接受，他说呢，在31节说，彼得却极力地说：“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我也总不能呢不认你。”其他门徒呢也是这样说。虽然看见门徒就是要比我别人跌倒，但是我不会，我不会跌倒。别人不认你，我呢死呢也不会不认你。这就是人的一般的常态。保罗也难免，他也本身也是会比较，在哥林多后书里面呢，保罗也会跟其他人比较。在哥林多后书第11章，那里呢，当保罗跟他的这些在跟这个哥林多的教会的弟兄争辩他的这个身份的时候，使徒的这个职分的时候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他们呢是希伯来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以色列人吗？我也是。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我也是。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我说句狂话，我更是。我比他们多受劳苦，多下监牢，受鞭打是过重的，冒死是屡次有的。当然接下去他一直讲他受了多少的苦，比其他人呢更是基督的仆人。我们可以看见呢，在另外一处经文呢，腓立比书呢第3章，那里讲什么呢？腓立比书第三章，5节，4节那里说：“其实我也可以靠肉体，若是别人想他可以靠肉体，我更可以靠着了。”接下来讲到第8天说：“哥里是以色列族，是便雅悯支派，是希伯来生人所生的希伯来人。就律法上说我是法利赛人，就热心说我是逼迫教会的，就律法上的义说我是无可指摘的。”但是第7节说：“只是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呢，因基督呢，都当作是有损的。”当我们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呢，其实犯了一个错误，就是呢，我是在靠我自己，我是在依靠我自己。彼得，他敢夸口吗？他不敢。第一个问题呢，他说：“主啊，你知道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然后呢，另外一个可能呢，第一个问题是，刚才我们看到，你爱我比这些人更爱我更深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然而呢，我们看另外一个可能性，在第一个问题是，你爱我呢比爱这些人更深吗？彼得他去打鱼，我想也许他们要重操旧业，就是重去回去做他们的旧的工作，供应他们。
但是耶稣基督呢，向门徒显现的时候，供应他们早餐，供应他们所要打的这些鱼，多过他们所需用的时候，让彼得呢看见。其实我以为，也许彼得爱这些人比爱主更多，但是很多时候，当应用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时候，我以为呢，我在爱这些人呢，我照顾他们的需要呢，会比主照顾他们需要呢更完善。但是很多时候呢，其实呢，主让我们看见呢，主比我更爱这些人，我对他们的爱呢，比不上主对他们的爱。我以为我可以照顾他们，但是呢，主比我更加能够照顾他们，而且主在他的们的生命里面呢，有更美好的旨意。所以，主知道我们一切所需，所以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有他的旨意，而且呢，主他的爱呢，比我们呢更大、更深。神愿意将万物和自己的儿子呢，为我们众人舍了。他爱我的爱，跟爱他的别人的爱是一样的。所以主在我们生命中有美好的旨意，所以呢，没有一样东西呢，能够呢使我们呢与神的爱隔绝。因为罗马书那里说，8章38节那里说，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我以为我可以照顾他们比别主照顾他们更好，其实主爱他们呢，比我爱他们呢更深。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有美好的计划，所以我是否愿意呢来爱我这位主呢？这是第二个可能性。那么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呢？就是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啊，包括那些鱼，包括那些船。我们看第一个问题，刚才第一个可能性，第一个问题的第一个可能性，你爱我，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比这些人有牺牲的爱爱我更多吗？当这些在做比较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不是在爱主，我们爱的是自己。第二个可能性，第一个问题的第二个可能性呢，你爱我比爱这些人更深吗？的时候，其实就是爱别人啊，那个没有爱到自己。但是第三个问题的第三个可能性，第一个问题的第三个可能性是什么呢？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吗？的时候，是告诉我们是不是我是不是在爱这些东西呢？其实我不是爱这些东西，我在爱这些东西的过程里面呢，其实我爱的不是这些东西，我爱的呢是我自己。举个例子说，我爱电脑，或者我爱旅行，旅行能够满足我的什么呢？能够满足我的求知欲望。我爱雪糕，我爱吃冰淇淋，我很爱吃这些食物啊，巧克力，是不是代表说我愿意为巧克力呢来舍命呢，放下我自己呢？不是嘛？因为巧克力呢能够满足我的食欲。其实我爱的不是巧克力，
我爱的是我自己。我也不是爱电脑，愿意为电脑牺牲我的性命，不是，因为电脑呢，能够满足我的成就感，所以我在爱电脑的时候，其实不是爱电脑，我爱的是我自己，因为电脑能够满足我的成就感。所以为什么，人当然这些欲望、这些成就感，就如圣经所说，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不是从父来的，乃是都是不是从父来的，乃是从世界来的。这些欲望、这些成就感本身有没有错误呢？以后可能我们会有机会会谈到这三方面，但是今天只是简略的说，这些欲望、这些成就感是神，原来神给我们的，要我们呢按照他所定下的范围里面呢来满足这些欲望，满足这些成就感，让我们在神的这些定下的这些旨意里面来满足，那个就是能够感谢神的，能够为着神所给我们的，能够来感谢他的。但是呢，一旦这些欲望，一旦这些成就感使我呢远离神的时候呢，使我呢越来越自夸，越来越以自己为荣，以自己为中心的时候呢，那么这些欲望、这些成就感呢，就成了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不会使我亲近神，乃是使我呢更加远离神。当人称赞你说：“哇，你做这个做的真的是很好。”我的反应是什么呢？就反应说：“哇，对，这是真的是靠我自己。”当我这样想靠我自己做的时候呢，其实呢我就是在骄傲，我远离神了，因为把这些呢成就呢归在我自己的身上。但是呢，只要把这些成就感呢与神连接在一起的时候呢，我乃是把这些成就呢归荣耀呢给神，就是说感谢神，是因为呢神使我呢有这个能力做到，所以呢我将这些成就呢常常归功于神，因为是神给我这个力量去完成，给我这个才干去做，我原本呢是一无所有，这些我能够达到这一天呢，都是因为呢神的怜悯还有神的恩典，那样的成就感呢就是以神呢以来亲近，使我更加的知道呢自己呢是算不了什么，使我今天成了何等的人呢，是因为神的缘故，所以这个成就感呢归荣耀于神的成就感呢是在神的旨意里面，所以这个欲望成就感本身呢没有对跟错，对跟错的分别是在于是越来越靠近我自己呢，或者是使到我呢越来越靠近神，然后使到我越来越远离神的时候呢，这些呢就是情欲，这些呢就是骄傲，但是越来越使我能够亲近神，使我能够照着神的意思行呢，那个呢就成为呢让我们呢能够学习来感谢神啊。所以当耶稣基督问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东西更深的时候呢，其实呢彼得在第一次蒙召的时候，他的那样的爱呢很清楚的就表露出来，在马可福音那里，对不起，是路加福音，刚才路加福音第5章来记载的，就是他
求主呢远离他，因为他是个罪人。他看到神所赐这些恩典的时候呢，知道呢耶稣基督就是神，他自己呢不配受这一切的恩典，求神求耶稣基督远离他。所以当耶稣基督问他这是第一个问题，有三个可能性的时候呢，其实呢让我们看见我们本身呢也可能在这其中三个可能性的一个或者两个里面，也许我们爱这些东西多过爱神，也许我们爱这些人多过爱神，也许我们呢对神的爱呢是常常建立在什么呢，建立在自己的以自己的成就感为荣的这个基础上，就是我要比别人更强，就是别人跌倒呢我也不会跌倒，就是别人不爱主呢我还是会爱主，所以那样的爱呢不是真正的对主的爱，那样的爱呢其实呢是爱自己不是爱主。当我们在爱主的时候呢，我们很自然就会放下自己，当我们爱人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很自然呢看别人呢比自己强，为别人所有的成就呢来感谢主，那个就是神要我们对他的爱。只要我的侍奉是要比别人更厉害，我的侍奉是要打倒别人，要赢别人，要不计任何代价，就是别人的工作不重要，只有我的工作重要，别人的侍奉不重要，我的侍奉才重要，别人的侍奉要让给我，我的侍奉呢要第一。那么这样的侍奉是合主的心意吗？这样的侍奉就不是侍奉，这样不是侍奉，这样是在服侍自己的成就感而已，不管其他人，别人做的比我更好我不高兴，我觉得对我是一个威胁，我一定要做的比他更好，那么我就不承认呢主在我的生命中有独特的旨意，主在别人的生命中也有独特的旨意，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有不同的机会，不同的领受。而之后呢我们假如有机会看到的时候呢，就会看到彼得呢在问耶稣基督呢第约翰福音第二十一章第二十节那里说，彼得转过来看见耶稣所爱的那门徒跟着，就是晚饭的时候靠着耶稣胸膛说，主啊卖你的是谁？那门徒彼得看见他就问耶稣说，主啊这人将来如何？耶稣对他说，我若要他等到我来的时候与你何干，你跟从我吧。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彼得呢还是不大明白，还是要比较其他的门徒，主告诉他将来他会怎么死，束上腰带到他所不愿意去的地方，但是他还想知道到底这个约翰将来会怎么样。神给每个人不同的恩典，不同的机会，我们只能够在我们所有的这个范围里面呢来服侍神，我们跟其他人呢是没有的比较。一个寡妇的奉献跟一个财主的奉献，财主显然献得多，但是寡妇呢所献的很少，但是神看的是他给财主很多的机会，很多的恩典，但是他只献上一部分。神给寡妇所有的是很少的机会，也是很少的恩典，但是呢寡妇呢是献上他所有的。所以比较起来哪一个人对主的爱更多呢？相信是寡妇。但是神要我们这样比较吗？不是，神要我们呢尽我们的本分来献上，来让神来使用。所以耶稣基督问的第一个问题有三个可能性的时候，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来学习
到底我们是在哪一个可能性。接下去我们看耶稣基督问的第二个问题，彼得，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们。刚才我们看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他供应我们一切所需。现在呢，他问彼得呢，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的时候，刚才有比较，现在没有比较，只是问你有以牺牲的爱来爱我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以朋友的爱来爱你。想想看，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施洗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呢，也是不配，因为他知道耶稣基督是万有的主。以赛亚在面对看到神的荣光的时候，他说，我灭亡了，我亲眼看见万军之耶和华，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因为我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当中，因我又亲眼见万军之耶和华。然后主在呼召的时候呢，谁肯为我去呢？以赛亚说，主啊，请我在这里，请差遣我。当以赛亚有这样的心智来为主的时候，我们看到彼得呢，在比较之下呢，或者施洗约翰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我也不配。但是彼得在耶稣基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他不敢说自己愿意以牺牲的爱来爱主，他只能够说，我以朋友的爱来爱你。第三次耶稣基督再问他的时候，他说，你有以朋友的爱来爱我吗？彼得呢说，主啊，你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我是以朋友的爱来爱你。从一个牺牲跟别人比较，到你有没有以牺牲的爱，降到你有没有以朋友的爱来爱我的时候，主其实在让彼得呢想到他最基本的一个对朋友的爱。这位主他要求已经降到了，你有没有以朋友的爱来爱我的时候，那我们看见彼得呢不敢自夸了，他也不敢说什么大话了，什么夸大的话了，他只能够说一个很简单的那一个爱。那我们看见，就算是爱主呢，我们也不能够依靠我们自己，就算是爱我们的主，我们也只能够呢来靠我们的主来爱主。正如保罗在罗马书第七章二十八节，他也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感谢神，靠着耶稣。他知道什么呢？他所知道的善他不愿意去行，他所愿意的善他反而不去行，他所不愿意的恶他反倒去行。正如彼得他愿意爱主，但是呢他却不能够呢做得到。耶稣基督问他这三个问题的时候，也其实在告诉我们，我们呢真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来爱主，我们只能够像保罗说靠着耶稣，我们或者只能够像那个孩子被鬼附的那个父亲呢，他
他对主的信心不够，他又很渴望他的孩子被主医治，他就怎么样说呢？他就很难过的说：“主啊，我的信心不足，求主帮助。”是的，我们在神的面前，就是我们的信心也是要靠主，就是我们的对主的爱，我们也是要依靠主，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自己，只有神的圣灵，神呢，圣灵呢，将基督的爱呢，浇灌在我们的心里，使我们能够明白主对我们的爱。顺便可以看见，主要我们来靠他，来爱他。我们也可以看见，虽然耶稣基督说，凡在我人的面前认我的，当人子和众天使降临临给的时候，也必要认他。凡在人面前不认我的，当人子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呢，也必不认他。请问，主会认彼得吗？彼得已经三次不认主。虽然耶稣基督这样的说，他降临的时候不会认那个人，但是呢，耶稣基督更盼望我们呢，能够回想、悔改，然后回转来服侍神。耶稣基督有没有要求彼得认罪悔改？其实从彼得的反应，他一听到是主的时候，他已经无地自容了。他一定很羞愧的，他一定很惭愧的，就可以知道他已经是从他这样的态度、这样的表现，就已经知道他已经是悔改，他已经是愿意悔改了。所以很多时候，真悔改的人不一定是要讲出来，从他的生命里面呢，他所做的呢，就反映出来。一个讲悔改的人呢，可能在他生命中没有改变，嘴巴常常讲悔改，嘴巴常常讲感谢主、赞美主，嘴巴常常讲、常常流泪、祷告、痛哭的人呢，不一定是真的悔改，也可能是群众压力。别人哭，别人认罪，别人痛哭流泪祷告，我也在那里，只要不痛哭流泪祷告，就好像我不属灵那样。我是因为别人这样，所以我才这样。其实我心里面没有这样，那样就不是真正的以心灵和诚实呢来对我们的神。我所做的呢，不过是做给别人看。所以，耶稣基督没有问彼得，你要认罪悔改。从他的生命表现里面，就已经知道他愿意悔改。但是耶稣基督要再确定，要再让他反省，要再思想他对主的爱。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我们原来是。对不起，还漏掉一点，就是当耶稣基督要彼得悔改的时候，他不是要让彼得停留在那一个惭愧的地步，那种懊悔的光景，他要彼得呢继续回到他原来所要做的事情，所以很直截了当，就是要他去兼顾他的弟兄，正如在路加福音22章第32节那里记载的说，你22章第32节，
二十二章第三十二节，耶稣说：“但我已经为你祈求，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你回头以后，要坚固你的弟兄。”所以，主不是要彼得停留在那个懊悔的阶段，痛不欲生，在那里一直痛哭流泪，什么都不能做。有一些极端就是这样，一直在主的面前觉得自己很亏欠，自己很不够，一直在那里很痛苦。但是呢，主是要我们懊悔，是要我们畏罪忧伤，但是主更要我们呢，不是停留在那里，而是要我们呢继续来服侍主，继续来兼顾其他的弟兄，那个就是主要我们做的。所以从这些经历里面，彼得所经历主的对他的问题里面，看到我们原本呢是一无所有，主是万有的源头，所以我们应当来回到神那里，因为知道他的旨意是最美好。第二呢，我们也是呢一无所长，我们所欠的主对主的，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我们只有单单的来仰望主，因为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付上赎价。我们呢要做的就是继续靠着主来爱主。彼得之所以这样会失败，就是因为耶稣基督呢在客西马尼园对彼得说：“总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你们心灵固然愿意，肉体却软弱了。”那是在马太福音第26章第41节，就是我们不能够靠主，不能够靠自己，我们要来依靠主。耶稣基督说：“你们要常在我里面，我也常在你们里面。”所以，我们求上帝帮助我们，继续的来回应对他的爱。然后呢，我们想到我们不能够以为呢我们自己会站立的稳，那些自以为站立的稳呢需要谨慎，免得跌倒。那是耶稣基督所告诉那是保罗呢劝勉哥林多教会。我们看到当主吩咐彼得：“你喂养我的羊，你牧养我的，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看见主赦免了彼得的罪。我们也可以看见主期望彼得呢也去以主的爱呢去爱他的小羊，喂养他的小羊。彼得有这样做吗？我们看不到什么很多的这些记载，但是只有一个记载，可能在马可约翰，称为马可的约翰呢可能会看到，就是马可的，称为马可的约翰，他是巴拿巴的表弟，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十节，他也曾经在这个庞菲利亚呢跟随保罗和巴拿巴，但是呢他在途中呢离开了保罗，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三章十三节，十五章三十六到三十八节，回到去耶路撒冷。但是后来呢巴拿巴为了要继续带马可去侍奉的时候呢，因为保罗觉得他以前曾经离开过他们，所以觉得不应该带他去。所以保罗跟巴拿巴呢，保罗所看重的是什么呢？是看到一片森林，有很多工作要做，所以一个人假如对神的事工有拦阻呢，那个人最好不要影响到整个事工。那保罗呢所看到的是一个树，巴拿巴看到的是一棵树，保罗是看到一大片森林。所以巴拿巴呢是看到一棵树，他觉得这棵树呢以后呢可以呢
就是造就可以成才，所以呢，他愿意呢，暂时呢为一棵树呢，来训练这棵树，所以他跟保罗的意见不合，最后分开。那到最后我们可以看见，巴拿巴保罗也没有错，巴拿巴也没有错，只是他们的方向不一样。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见，后来呢，保罗也使用这个马可，而且呢，彼得呢，他本身呢也称马可呢为他的儿子，这样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甚至呢，马可呢，他在参考这个彼得的这些分享的过程里面呢，而写下了马可福音。所以彼得他有喂养猪的羊，有他有忘掉这个马可过去的这些失败吗？有，因为主呢也曾经呢赦免他的，免了他的债。所以呢，我们的生命中呢，是否爱主呢？我是否看别人呢？好像主看我们呢，主免我们的债呢，就好像我们从来没有得罪他一样。我是否愿意免别人债，好像别人呢从来没有得罪我一样呢？而且谁是主的羊呢？不知道，不一定只是在教会里面，也许就是我的家人，也许就是我的亲人，或者我的同事，我的朋友，甚至是过路的，他们都有可能呢有一天因为主使用我的缘故呢而成为主的羊。所以我愿意来靠着主的爱去爱他的羊吗？我们的仇敌呢，彼得后书前书呢也说呢，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彼得本身呢就经历这样，撒旦要塞他们，就好像塞这个麦子一样。但是耶稣基督已经为彼得祈求了，叫他不至于失去信心。但是他回头以后呢，要兼顾他的弟兄。所以呢，彼得深知到这一切，我们也求主呢帮助我们呢，能够常常的来依靠主，来祈求主，告诉主说：“主啊，我的信心不足，求你帮助；我的爱心也不够，求主怜悯。”愿我们来依靠主。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这一段时间来思想你的话。我们承认，许多时候我们在靠着自己，在依靠自己，在比较，与别人比较。但是主，你要我们依靠你，要我们来依靠爱我们的主，使我们呢，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的时间思想，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晓得如何来回到主面前，来看顾主的小羊。我们如此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